一上车就变了，他就变得冷冰冰的，一直若即若离的。他那是装的，欲擒故纵，懂吗？这都是套路。现在肯定在屋里边等着你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哼哼哼，凭什么呀？我一个女生，我就够主动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陆晨曦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在意这个？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想不想跟他好？ 房东开不了自己家门了，我就不信了。